青木洋介。哦，迄个就是顶届我拜托你送外送，啊，小费哦，互你就坐迄个日本人客。你好，这是你订的外卖，总共是八五块。去你家。哦，记到你这步啦，真感谢你各位走去送。啊，多谢啦，欢迎继续跟我们交关。好，一定一定。迄人，敢讲，伊就是大家咧找青木社长。啊，听讲哦，伊最近就要回去日本啊，所以想要来店内底搁食一盖凉面啊。啊，结果，歹势做诶，我一定要记留伊。不了，关姐，关姐。李宏，听讲你伫探听日本商业集团社长诶代志哦。对啊，你敢有伊联络方式？你会使去问阿敏达啊，啊，你甲伊毋是好姊妹阿婆啊？想讲，你敢唔知呀？上野集团青木奈美副社长戴明达是亲家哦，因是亲家，是啊，敢是？小林阿姨你好，我是奈美的先生啦，青木洋介。原来我要找的人，就在我眼前。阿基桑，阿基桑。奥金桑，奥金桑，奥金桑，小舅长，副小舅，是你们谁？韩三林阿姨，都已经传讯息甲讲，咱要等个日本人嘞。啊，咱好心安排大个所在的人啊，啊，咱要离开啊，煞无甲伊消息，确实是咱唔对啦。啊，既然人拢来啊，咱多谢甲伊哦，谢谢多谢，真心甲。你选哪？你头骨咧疼是毋？若无，你伫车顶等一下啦，我落去去甲卡萨琳阿姨拍一下招呼就好啊。啊，卡萨琳阿姨，纳米，是的啦，拄才甲你惊到啊。我是问峡谷管理员才知影恁的车牌号码，好加载，搁你会着。阿姨，你真正台湾的日头同款这么热情呢？你的翁婿，我翁婿伊无爽快，伫咧车顶休困，以后我甲你讲一声实的。Aoki Yosuke, Aoki Nami， 看起来应该就是上野集团头家，无唔对啊。Aoki 社长太过客气啊啦，身体健康较重要。奇怪。我无甲阿姨讲阮的身份，伊哪会知影 Yosuke 是社长？一定是阿敏达阿公甲伊讲的。我拄才接到你要转去日本的简讯，我想讲你伫台湾遮尼济工，我都无请恁食饭，安尼我是要哪对阿敏达交代？阿姨，你是我客气啊啦。你替阮找大个所在，阮已经真感谢你啊！迄是小可代志，我是想袂到恁遮尔着急要返去日本，我安排足济所在，想讲要带恁好好去踅踅看看。多谢阿姨啊！要毋过，阮着急要返去日本有重要代志。啊，若无，即就食一顿饭啊！你着互我甲我翁婿，请恁食一顿饭，表示阮的心意，一顿饭就好。要毋过。我都已经冒性命危险溜到这来啊！敢讲无特地吃一顿饭？
要是家己头骨疼起来，我看即摆嘛无需要坐无人机，那无予阿姨一个面子啦。好啦，阿姨，我嘛应该甲你食一顿饭，顺便甲你说一下多谢。那呢，我叫助理甲办起安琪啦。多谢你愿意予阿姨一个面子，那无你先倒去住的所在，我餐厅订好了后，随甲你联络。麦当予阿姨小姐，我休困一下。多谢阿姨，我才要多谢你。那呢，咱讲定哦。房东署长，就当署长，恁来吃。啊，是的啦，阿咪，一直无机会向你自我介绍。至于在日本，你该看过啊，伊就是盛发集团当署长，我的翁婿。富姑小姐，咱个见面啦。啊，原来，凯瑟琳阿姨，你就是盛发集团就当署长的夫人哦。不过你气质真好，傅小姐，我嘛是当署长夫人哦，大方营造当署长背后查某人哦，就是我，啊，我叫林素月啦。今日哦，就当署长夫人坐恁的车的时阵，我嘛伫咧车顶哦。段总，所以你早就熟悉傅国小姐啊？无算讲早就熟悉啦，那面阿姆阿曼达是我上好姊妹阿婆。因即届阿阿婆来台湾，伊交代我一定要好好照顾伊。想袂到，伊就是上野集团小舅阿阿婆。是啊，我甲大嫂一只这项代志哦，连咪都开车去了阿去小舅的车呢。嚯，你拢唔知迄过程偌危险呢！我甲大嫂险险咪无命。那只拄好啦，安尼讲起来，咱这缘分实在是真深的。对啊，信强，原来你伫想要找的人，就伫咱的身躯边，而且搁住伫咱的厝呢。这毋是缘分，什么叫做缘分？啊对了，我去小舅嘞。哦，哎，还过来洗手间呐，无我去甲穿，我今日兼着包厢哈。还是我较慢到。信用相片内底，伊迄个结拜兄弟，港票的红婿陈进辉，伊就是后去杀鸟。大家好，我是青木雅姐。伊模样甲进辉遮尼像，连笑容嘛一模一样。所以迄天我伫日本温泉无认着人，也无想让伊看到我甲姚母，一点反应拢无。伊是真辉，伊就是真辉，忘唔掉。真辉，真辉，真辉！哦，我想起来啊，你是。老师，是嘞，你认唔着人啊？不。进前咧日本的怀石餐厅，咱就捌见过面啦。你著参照即马安尼搞，你就是别人啊，你毋是别人，你就是正辉。同样，你嘛认为伊是正辉对无？我阿公的名叫做青木阳介，两位董事长一直叫伊别人的名，讲硬要爱承认。就算讲两位是师大，我嘛无得接受种待客之道。那咪是的啦，因两个是认得人名。伊绝对无任何无尊重你的意思。小舅，富贵小舅真歹势，实在是因为阿奥 K 小舅跟阮一个失踪真侪年的朋友相熟啊，所以阮才将你失态。是嘞，还是咱舅母情？我甲恁讲，迄朋友感情也生得足深，完全一模一样，一模一样。哇！哎，林可能不听下去。日本有一个都市传说叫做“二重生”，这意思是讲啊，你若是拄到一个跟你星座一模一样的人，哇，这人害了，要无命了。
所以恁讲伊个朋友怎么人伫倒？我看我的心意哦，相当远。我一定要赶紧想办法，带钥匙给你回家。啊，拜托，阿伯请教，咱两位表情好。尤斯克，这位是大方营造的董当署长，这位是顺发集团酒当署长。我嘛是拄只才知影，原来凯撒的阿姨就是酒当署长的夫人。哦，这拄好哦。哎呀，歹势歹势，失敬。两位 uncle， 您好。叫阮 uncle。论辈母论岁，我对阮某叫，这嘛是应该啊。要是讲两位 uncle， 您感觉我安尼无礼貌？啊，无你希望我安怎尊称您？您做您讲，我尽量配合。叫 uncle 好啊！啊，回头以后大家拢是一家人，叫 uncle 较袂生分啦哈。一家人。对啊，回头哦，咱大家以后搁爱做伙做生意呀，啊，都敢若是家己人同款嘛。既然素阿姨拢安尼讲啊，那呢我就讲较直接的，凯撒琳阿姨。多谢你这段时间对我阿母的照顾，以后若是有机会，我阿母一定好好甲你说道谢。也毋过这是两回事，我希望在座的各位，莫因为凯撒琳阿姨甲我阿母私底下的交情，甲阮上野集团的公司乱乱做伙。我无安尼想啦，你莫误会。我嘛希望莫因为食这顿饭，互你有错误的期待。也准讲，阮上野集团已经决定要跟你合作啊，等到时。我跟阮翁在日本的时阵，都已经决定无要跟你合作。再过一时段，是嘞，互你失望啊！阮阿婆是过世。那位请刘伯，今日我阿丽红是以朋友的身份，真心诚意想要请恁食饭，绝对唔想跟你讲生理。当然，我希望以后有机会会当跟你讲合作案，也唔过我保证，绝对唔是跟你。OK， 小舅，我想要请问一下，你一直踮在日本，写了你台湾话，讲到这么认真啊，是不是以前捌住伫台湾？哦，我翁哦，唔捌住过台湾呐，伊的爸爸妈妈真早以前就去台湾移民去日本啊。我翁是日本人，伊的台湾话是跟伊爸爸妈妈学的。对了，我台湾话哦，我爸妈教的啦。啊，是讲两位两口，我想要请教一下。恁讲你个朋友失踪，啊，伊是安怎失踪？是伫倒位？什么时阵失踪的呀？尤斯克，这是安可因的叔叔。无啦，我只是好奇，想要请教一下啦。我最想要知影讲，交失踪一模一样的人，伊有什么款的人生呢？你卖个假呀，好不？你就是指挥，你是安怎摆承认？是安怎你要假做你无熟识我甲大兄？我听讲你问讲静辉到底失踪多久啊？你是毋过伫扣问当年我对你所做代志，所以你要安尼折磨我甲大兄？表母啊，你是安怎啦？文东诶，我阁甲你强调一遍，嘛请你听好清楚，我这世人干阿一个名，青木阳介。进前咧日本诶时阵，你对我呢一点。我是看在讲你啉烧酒醉，也无想跟你计较咧。今日你也要继续安尼乱，继续咧无理取闹，歹势，你的面子我拢免替你顾。哪物件？等下，我并无无理取闹。二十几年前，我甲你甲大兄咱伫帝君面头前就山结拜做兄弟，你敢袂记？哦，今仔日。你要保证我甲大兄这两个叫拜兄弟，要叫阮阿公拢总无要紧。啊，不过你袂当讲你无对神明就抓，无你是咧真暗嘛？二十几年前我人根本无咧台湾，好不好？OK， 小舅，算我拜托你，你若是真为了请你神灵，你毋知这二十几年来我去养乌蛇了过日子。我恁两个到底是安怎莫名其妙的安尼高高低，就跟你讲我唔是什么正妃啦。这位，你疤痕是多细小的？哦，你讲这啊？
真正甲王继续啊，留落来纪念啊。我有看到证明伊是郑辉。哎，你创啥？